Hello， 亲爱的大家，赶快看过来呀、啊！我现在呢是在嘉义的 Nice 王子大饭店哦。那这边呢停车呢非常的方便，有专属的停车场哈、哦，不用担心，停车位置非常的多。因为呢它是结合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当然位置绝对就不用担心，可以看到这是 Nice 王子大饭店在这边，看到这亮亮这一栋吗？这个呢就是百货公司。它其实就是跟百货公司是属于在一起的哦，直接一楼都可以相通在一起的，旁边就是 Nice 百货哦，所以逛街买东西吃饭都非常方便哦。那包含说你可能宵夜啊肚子饿了怎么办，没关系，你看对面有一间来来永和豆浆牛肉面手工水饺，就在这边，这个门口就有一间是吃宵夜的哦，宵夜就看这一间来来永和豆浆，在这边宵夜可以吃这个哦。那如果是晚餐呢，很简单，晚餐直接在这个 Nice 百货里面，就在这边 Nice 百货是跟我们饭店直接就是相通的哦，不用走出去，从里面就可以相通直接到百货公司。那停车位置更不用担心，因为下面百货公司当然位置就很多啦，它是连通的，完全是跟百货公司停车场是连通的，一起停的哦。来，我们看一下，看过来，进来的是嘉义 Nice 的百货公司，不是百货公司，因为我们是进来饭店，其实也是百货公司，因为同样的东西，它是同样的相连的。我们现在走过去，看到这边有个入口，直接就是百货公司。你看我走一遍给你们看，走过来，马上就百货公司，马上可以开始逛街买东西了。那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呢，这边门这个关起来呢，这个可以过房卡可以进去。你看到这个臭小孩在里面，看到？这几个，看到有没有？看到这几个，看到没有？这个全部是躲在这边玩电动的，好，因为这边是商务中心，必须刷房卡才能进去，刷房卡就可以进得去了。那这边走过来，这个就是 Nice 百货了。所以你说我们是在饭店吗？还是在百货公司呢？都有，我们就直接在同一栋里面走过来，直接百货公司，马上逛街了，就这样子，这么快。好啦，百货公司就在这边，要吃、要买、要逛街都很方便，就在这边，卡片拿出来准备好就可以了。这边呢可以收那个那什么拍钱包，他们里面可以用拍钱包，记得用拍钱包哦，还有回馈点数比较多，拍钱包很划算。好，再来这边看到了，拍钱包可以在这边使用的哦。好，再来呢，这样这个除了百货公司要介绍以外呢，这里还有个东西要跟大家介绍。很多人问我说啊，那个饭店有没有儿童游戏室呢？来跟大家做介绍，在四楼这边有一个儿童玩具的童装部门，这边好，四楼这边有一个游戏室，有看到这边，看过来，儿童游戏室在四楼的地方，在这个四楼地方哦，是免费开放的哈、哦、啊，要钱的有没有？要钱在这里，汤姆龙欢乐世界要钱在这里，你看里面很多吃的哦，有巨鸭哈、哦，有元烧哦，有那个奇异的日本的料理也都有。那地下室的话也有吃的，好，下面也有一个美食街，美食主题餐厅的街，这边也都可以有吃，有烧肉也有，好，有火锅也有，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星巴克这些都有，所以里面是可以逛街。里面还有一个，除了呢这个汤姆龙世界付费的以外呢，然后刚刚说的四楼这个是免费的游戏区，免费在四楼，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探索乐园，这个是付费的，都在里面。好，刚才我还这边碰到团友说住在这边真方便，他逛一逛他觉得太累了，太好玩，都不用走出去，根本连夜市都不想去逛，因为百货公司然后在饭店，他就觉得已经很舒服了，就不用去逛夜市了。哦，这边这一栋就已经很好逛了。哦，卡片准备好就好了啦，最重要就是卡片要准备好就是了，真的。来这边又败了。好，尤其现在你看又有折扣出去哦，打五折耶，看到了吗？一看到折扣眼睛都亮起来了，打五折，看到折数就马上火起来，又在打折了哈。好，我们看过来，百货公司呢就是在我们的一楼直接连通的，一点都不用走出去，也不用怕下雨哈，不管刮风下雨，全部都可以在饭店逛街，在饭店里面吃饭，全部都在这边完成了。那地下室呢停车更不用担心，停车位非常的多。那这边呢是政府有获颁五星级的哦，五颗星的，真的是五星的级哦，不是只有五颗星而已，五星级够五星就钱，我们给大家的方案是超级无敌划算的五星就钱的方案，你看吧，彰云嘉地区
第一家获颁五星级认证的旅馆，看到了哈，我们给大家是五颗星，但是五星的级又省到钱的饭店，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嘉义 Nice 王子大饭店哦。那现在可以看到的话，这边呢楼下一楼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贩卖部哦，贩卖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特产的东西，可以在一楼贩卖部这边买得到。然后上去刚刚我们在吃饭是在七楼是早餐、哦、午餐晚餐都是在七楼的地方，有看他们家非常贴心，你看到吗？现在下面叫做五星级服务，你有看到吗？为什么电梯里面有椅子呢？有没有看到？这就是五星级，人家就是这么贴心，你看到吗？因为怕老人家站久了，很贴心吧？真的不得不夸奖，就是这么细心。你看哦，真的他们超细心的。我们再挑一台来看看，真的，我刚刚看到都椅子很厉害，很细心。他们连这点是我第一次看到说，哎，竟然在电梯里面准备了椅子，这么贴心。好，我们再挑一台，他挑一台，我们故意挑这一边，这边有电梯。我们看这一台有没有？看是每台电梯都有那个椅子，看他们贴心程度如何，抽查一下。吃饭的话是在七楼哈，七楼的餐厅，早餐、午餐、晚餐都是在七楼的万国百汇餐厅里面吃早餐哦。那早餐的菜色当然是非常丰富的。好，我们现在挑这个，我们要去等一下跟大家看的房间是在十三楼，他们楼高很高的，我们要看的是十三楼的部分。那基本房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都是两大床，他们家的床的好处是很大，好，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中间睡一个小孩都不是问题，床是加大的。好，电梯栏柜到这边看有没有椅子，有没有？有没有？抽查成功，真的很细心，很贴心，夸张不？夸张不？真的，有没有看到？为了老人家，他每个电梯真的都放，我们抽查成功了，真的都有放。好，这就是告诉你，人家就是五星级。但是呢，五星级不让你花到很多的钱哦，真的很细心，尤其他们对我们社团真的非常棒。我们开的方案当中呢，每个月都还有幸运日不加价。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方案呢，是包含连续假期住两个晚上的，也不加价啦，一整年连续假期住两个晚上都不加价。你看是不是有星就钱？五颗星跟五星就钱，哈、哦，钱上重要，钱上重要啦。好。我要去十三楼，我要去十三楼啦！来告诉大家，总楼高有十七楼，好、哦，十七楼。那包含呢，我们有送给大家，我们有送给大家什么呢？来，这个三温暖，好、哦，我们有送给他三温暖的，三温暖的。一般来讲，房客是要付费的，但是我们社团不用钱，我们会付两张，我们会送两张三温暖券。然后这边十七楼也有健身房，好，三温暖，我们是免费使用。说小声一点，不要被打。好，一三，我现在介绍，我们要介绍两间给大家看不同的方向，一间是1304，一间是1326。好，1304往这边走，它是整个其实是可以绕一圈的，而且我们直接看下去就是刚才我们吃饭的，也是明天早餐，假设早餐就在下面吃，那你们看得到哈？看得出来吗？下面的座椅是什么感觉呢？有感觉出来吗？哇，你们住十四楼，太赞了！你们看出来下面座椅是什么感觉吗？有人猜得到吗？之前我介绍过，看谁有用心。阿里山，哦，阿里山的那种概念，就是我们还有就是花的概念。它下面的座椅排的编排的方式呢，是采用一朵一朵一朵的花的概念，所以是用梅花的概念。下面是用梅花的概念去排那个位置，一朵一朵的花，哦，他们座位区是这样排出来的。是这个意思 ，OK？ 好，我们先看一下，绕一圈，它房间呢全部是可以这样相通，绕一整圈、一整层，就是这样刚好。不管你走左边、走右边，它都是可以绕一圈的。那我们先看一下1304的房间，1304，哦，这边，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讲房间的部分呢，他们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不管是哪个面向，不管是哪一种的话呢，它都是固定大小的，我们都用的都是这样的大小的，只是有的差别在面向，甚至有的方向是可以看远远的阿里山那个方向，那有的是看到市区的景观。那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定都有浴缸，不用指定，绝对有浴缸。哦，有人在13楼洗，是不是？你看，你看，我们社团的人很多在这边吧？我刚才马上遇到团友，马上一定有团友，心想说，怎么可能没有遇到我的人？今天绝对是我的人很多在这边，果然，真的，嗨，你家的小孩好可爱的婴儿。刚才马上遇到我们团友，果然今天很多团友住在里面，大家满意吗？满意吗？住在 Nice 的团友们满意吗？我现在在1304哦，要跟我见面的可以来找我1304，等一下会在1326。好，我们看过来 Nice 的房间呢，哈，它每个房间都一定有浴缸，一定有浴缸，而且呢，他们家呢，不用指定，也不用加价，也不偏心，全馆都有浴缸。哦，都有这个大浴缸在这边，大浴缸，他们家厕所也蛮大蛮舒服的，而且他们家你看哦，来，他们家厕所的部分呢，马桶跟淋浴空间又独立又分开了，分别是独立的两个空间，所以你在这边呢洗澡的人呢，真的要去淋浴的人呢，还可以有人还可以蹲马桶，好，完全是可以做两件事情，又来了。好，那可以看到呢，备品的部分呢，看备品的部分呢，它就是呢一样是有帮忙准备，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呢，可以提早告知他们，好，会帮忙准备小婴儿的东西，如果婴儿的话记得提早告知，如果你有婴儿的话会有婴儿的备品要提早告知哦。好，大毛小包基本上都有，五星级的饭店这些都有提供的，不用再特别带过来了，然后这边有大毛巾也都有，上面都有大毛巾哦。那这个哈，他们也是非常贴心的，这个要干嘛？环岛的时候就很好用了。这要干嘛？你们知道哈？这要干嘛的？不是按电铃啦，这个不是按电铃哦。环岛的时候这个很好用，是因为要洗很多的衣服，请看，这样子抽出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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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一直连到这一头来挂上去，这边就可以挂衣服、晾衣服了。这样懂哈？这个不是按电铃，不要看错了，这个是晒衣服的，晒衣服的是这样子的 ，OK？有的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用途，晒衣服，这个是晒衣服，不是按电铃。好，非常好用，环岛必备晒衣服的地方。好，看过来哦，这边的话呢，衣橱的部分，我们看一下衣橱，他们家的衣橱呢，里面还有放保险箱，还有免洗的拖鞋，免洗拖鞋在这边。好，那如果说枕头的话呢，枕头说真的，如果是硬度不够，没关系。哦，枕头上面还有一个备用的，如果还是棉被啊、衣服啊，棉被、枕头不够的时候呢，哦，有的人喜欢软，喜欢硬，不一样。那像老人家，我妈有时候两颗，其实上面里面已经够了，就也放了两颗在这边。你看，夸张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两大床，八颗枕头，很够意思吧？他就是因为觉得有的人他要软硬度不同，哦，他们家的床呢很大很大。看一下加大的，就这么大一个大床，都是两大床加大的，我们给的都是加大的两大床，非常舒服，非常的舒服，两大床在这边，不要再问我了，全部给两大床。诶，有人问我啊，我可不可以一大床？当然可以啊，如果你不想被升等，你只想睡一大床， OK 的，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不要升等，我只要一大床，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放弃的话，你想一大床的话也可以告诉他们哦，真的有一大床，不是没有哦，是我们给的都是两大床的房型。现在在嘉义 Nice 王子大饭店，嘉义 Nice 王子大饭店里面这个房间呢，请看一下有多大间，有没有宽敞，你看，而且呢还有这个沙发，哦，他们家一定有这个沙发，看一下沙发。现在在嘉义 Nice 王子大饭店，什么饭店就很好记，五颗星够五星的级耶，就是嘉义 Nice 王子大饭店，五星级的五星的级耶饭店都丢啦。好，帮大家省到钱的饭店，五颗星，但是又省钱的饭店就是嘉义 Nice 王子大饭店哦。像我们这次给的方案是3300，除以三个大人或是两大两小二择一。如果有三个大人来看的话，一个人1100，还有包含早餐，
还有睡这么好的房间，平均一个人只要1100，外加我们还有幸运日，假日不加价，所以嫁来住的话真的是太划算，抢到价不加价，房间是不是很划算，对不对？那如果连续假期来住的话，住两个晚上一样不加价，好，住两晚的连续假期还是不加价哦，很大房间，真的很大很舒服哈，真的。来，还有他们家有个特色，给你们看，他们很有诚意的。好，他们家像这个来看一下，老杨的方块书。好，很多人来嘉义都一定会买这个方块书回去，这个是用老杨的方块书给大家吃哦。好，我们看一下下面，有没有看到？还有饮料免钱的哦，哈、哦，是不是搁省着钱呀、啊？这条搁省起来呀、啊，饮料钱也省起来了，真的是五星级又五星的钱就对了啦，星级的啦，哦，有星级但是又省到钱的饭店就是嘉义 Nice 王子大饭店哦。然后他们非常贴心，哈、哦，还有一个东西，他们家的一大法宝，非常懂这个东西。一定要告诉你们这个东西，很特别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很有历史的一个东西，他们家一个绝妙的东西。好，请看这个东西，噔噔噔噔，有没有看到飘香半个世纪？他们家呢非常特别的 Nice 洗发粉，哦，这个是要送给大家的，这个真的是已经飘香半个世纪了，很特别的洗发粉，很好洗，可以洗一洗看哦。Nice 的洗发精，这个是可以带走的，没关系，一整盒带回去，他们自己的产品真的是 Nice 自己做的，不用怀疑，真的已经50岁了，超过了，这一款的从以前那个年代，很久很久年代就有这一款的洗发粉到现在都有哦。好，这个是要送给大家的。好，那你看一下，这个是放行李的行李架。好，重点是房间这么宽敞，外面的景观如何呢？他们家还有一个好处是阳台，哦，透气的阳台，是真的很大的阳台，而且景观很漂亮。好，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景观。嗯，等我一下。嗯，为什么？我看怎么开，上面锁住了。嗯，等一下，他现在有安全装置，他现在呢针对这个呢小孩子呢有一个安全装置在上面，有看到吗？这边他是上下，好，下面一个，这边是锁了一个，上面还有一个安全装置在上面，这边有一个安全装置，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多了一个安全装置现在是怎么开。嗯啊，他把它搬过来，哈哈，连我都不会搬了，因为我搬不动。太好了，安全装置，连我都不知道搬怎么搬了。那这样子还是真的比较安全比较好。现在呢，我不知道怎么搬，等一下我们去1326看能不能搬得开，因为它多了一个安全装置在这边。阳台门开启时的图示，它要把它转动。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开法，要来解释了。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针对我们是亲子有带小孩的话，我觉得安全很重要，要看美景，但是也要注重安全。好，可以看到阳台是非常大的阳台，那看出去的话，市景这边看到是有市景的。它的面向不太一样，像它有的一面是可以看远远的阿里山那边的景观。现在呢，我们的房间是在1304号房，面对的是市景的部分。它这个床呢，真的很大很大，房间也很宽敞。好，我们再去看另外一间1326看看咯，走。好，我们再从这边出发了。我们刚说了房间的部分呢，它是可以绕一圈的，不管走左边右边，它是整个是绕一圈相通的。
那我们现在去找的是1326，所以我们就往前走咯。可以看到下面的餐厅哦，早餐呢一样是这个餐厅，在7楼的万国百汇这边吃饭哦，非常舒服的早餐的餐厅。你可以看到座位区的话都是非常宽敞的啊，尤其现在呢比较讲究的是防疫，那防疫的话呢要保持 1.5 公尺，所以他们座位区的话呢，你看他排列都是很宽敞的哦，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依照政府的规定要把座位区给拉宽。好 ，OK， 好。我们往前走去找1326咯，它每一层楼都有一个这个公共一个区域在这里，应该是杆子，我也觉得往下拉就可以，可是我不敢拉大力拉，它应该是往下拉安全杆，可是我觉得这样是正确的，没错，很好，就是要安全，我宁可复杂一点，但是我觉得安全很重要，没错，好，这样子可以防小人。防小人的装置是对的。OK， 好，我们要找1326的房间，就是往这边咯，刚好绕过来一圈了。我们现在的地方就刚好跟刚才是左右边对称的。好，刚好是绕到另外一边来了。1324、1324、1325、1326到了。哎，你看有没有看到这边还有一区，所以它等于斜对角的地方呢有两区是公共区域，刚好是在斜对角的地方。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如果需要冰块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冰块的补给站，好，这边可以补充冰块的地方。好，我们走到1326，刚好是刚刚那一间的对面对岸。好，我们现在看到1326呢跟刚刚1304其实它是完全一样大小的空间感，只是说如果看出去的方位它刚好是对面，完全不同边的景观。刚刚有讲过了，房间的部分一定都是有浴缸，一定是有这样干湿分离的一个地方，淋浴的空间，还有马桶的位置。好，有人问我一定会有马桶怎么样，来来来，我看到了 HCG 的免治马桶，好，它是这样分开的，淋浴空间它是有个门又把它隔开的。那免治的马桶，冬天最好就是免治马桶，舒服，上厕所也是一种享受啊。好，五星级 Nice 王子过来啊。好，因大家要求，前几天非常感谢大家通力合作，我们一直合作，大家呢一直留言，终于把饭店给感动了，那我们开这个追加团哦，本来已经结束的方案现在起死复活，重新再来。因为很多人说买不够，没买到、哦、有的人没买到，有的人是买不够啊，所以呢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这样子。你看上面有个防呆装置又来了，防这个防小人的又来了，有看到这个，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安全的，这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真的，我住了很多次。好，我们来看灯怎么样。好，把它转成，我搞懂了，把它转边就可以了。打开，我们看到，好，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话是1326的景观哦。好，前面这边亮亮，这个就是家乐福夜市，亮亮这个家乐福夜市在这里哦，哈，所以基本上开车过去也非常的近。家乐福夜市，家乐福就是有个旁边有个叫家乐福夜市，很简单，找到家乐福就找到家乐福的夜市了。现在你们看到是在嘉义 Nice 王子1326房间，其实我有惧高，我也会怕，好吗？我也怕啦，我也不敢太靠近。你们看我有远远的，对不对？因为呢，我也会怕。
像我胆子就比较小，就我只敢在这边哈外加。我这个人是恶人没胆的啦，胆子超小的。但是呢，对很多人而言就觉得，哎，有个阳台可以透气是非常不错的。但我觉得他们也很贴心啦，哈，你看针对这个防小人的部分做得非常好，就是有两道关卡，第一道这个先锁的，上面还一道，所以是防小人的哈。针对我们亲子来讲的话，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这个是安全的，不能开玩笑。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贴心的地方，不愧是五颗星。五星的几个五颗星的都是这样，跟着我就是要吃好住好嘛，对不对？我已经吃到嘴都歪掉了，住到也都歪了。好，我说不错的，你们住就对了。你看不错吧？这么大一个空间，他们房间就是大，床就是大。重点呢，真的是逛街、吃饭都很方便啦，很适合呢。如果说只是定点的旅游，也不想跑太远啊，只想跑嘉义市区的景点的话呢，它就是在嘉义镇市区。它其实在嘉义市区，你到哪里去玩呢？景点市区的景点其实都不会很远。如果你只是要玩嘉义市区的话，这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因为你也不用跑太远去吃饭，就在饭店里面。要逛街、要吃饭、要采买，全部都在饭店都可以完成的。现在我们是在嘉义奈斯王子的1326房间里面。好，买不够的要买的赶快啦，好不容易你我们呢要到了追加团，要到追加团哦，因为你们说买不够嘛，啊，很多人说订的房间没买到嘛，所以呢我们又开一个追加团哦，但是只限定三天，转眼之间又要结束了，还没买的人赶快了，嘉义奈斯王子，嘉义奈斯王子在等你们咯，等你们咯。哦，有看到呢他们家的这个老杨方块酥免费的，还有下面的饮料也是免费的，这些都是免费的，可以喝没有关系，不用钱的，不用钱的，不用担心。好，免费的，免费的，好，可以，可以，可以吃，可以吃，茶包都有，绿茶，哦，他们是用乌龙茶，乌龙茶、红茶、咖啡。老杨方块酥都是免费的，免费的。那水喝不够的话，也可以请他们跟他们说一声，水喝不够的话，哪里买吗？呵呵呵，进去社团就看得到了，在社团就看得到啦。等一下我会把奈斯王子置顶第一篇，要买的人赶快，要补券的人赶快补券，不然呢我们要被结束了。你们要买动作要快，我下礼拜要去环岛了，我要来环岛啊哦，所以呢我要用最快速度请饭店赶快结账给我们，赶快制作券给我们，因为我要买杯来环岛啊，我要去环岛了哈，把你们事情处理完之后，我要出去玩十几天去环岛了。这次呢会用最快的速度请他赶快结案，所以呢我们只开三天的团，也不会拖太久，不然人家怎么结呢？没错没错，我们等一下把Nice 会置顶到第一篇去，置顶到第一篇去哦。要买 Nice 的人，待会第一篇，我把它置顶一下，置顶一下，绝对看得到嘉义 Nice 王子的连结，或是打上关键字嘉义 Nice 王子，也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公告都可以哦。那社团也有一个公告的功能，点进去也有嘉义 Nice 王子哦。好，什么方法都有，就是要你买券就对了啦。OK OK， 嘉义 Nice 王子，我们这边见啊。刚才没讲完，我刚刚不是讲到五星级跟五星的级黑自助餐有没有，五星级自助餐的话，记得如果要自助餐的话呢，记得在一楼的柜台，入住的柜台就要买咯，不要去楼上，楼上没有社团的优惠价，一定要在入住的柜台先跟他说你要买我无边际社团专属的自助餐优惠价，两个人1300，两个人只要1300，一个人只要650，差不多可以省下600块，我们帮你省了600块，两个人，一个人平均省了300块自助晚餐的钱哦。所以呢，记得哦，一楼购买哦。没错，他们家那个是很特别的，我觉得很好玩，飘香50年的洗发粉，很特别。一楼有在卖，没错，而且是买他们一楼有卖那种整个礼盒型的洗发粉，是整盒的，像礼盒包装很漂亮的礼盒哦。
楼下可以买得到，可以买得到哦，可以刷卡付款哦，也可以刷卡买哦。啊，吃晚餐的话呢，就是在一楼的柜台，一楼柜台买哦，哈，可以刷卡，刷卡买晚餐，在一楼的柜台买晚餐，我们社团优惠价。OK， 介绍完毕，我要来把它置顶了，你们赶快买就对了，赶快买了。OK OK， 买不够的人赶快补货了。五星级，五颗星又五星的级，就是嘉义奈斯王子咯。OK， 好，我要把它置顶了，赶快下单了，谢谢大家。拜拜。